这个在海边的顶级学区的宽面大独栋今天验房了，咱们来看看宽面大独栋是什么样。这个地税才1.1%，没有新区建设税，物业才115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小3000尺，不到200个 W， 特别宽敞的这个大客厅、大推拉门，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院子。这里呢是4个房间、5个卫生间，所以每个卧室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。而且呢，咱们现在看到的除了地面之外，这个就是标配，连这个大冰箱也包含在里面了。在很多建筑商那里，如果想升级成这样还是挺贵的，但是这个通通都包进去了。咱们看这个电器用的都是 Monogram 这种顶级的品牌，它这个抽油烟机是有这种饭菜保温的。而且呢，我还帮客户拿到了免费的太阳能，还有一些额度用来做这种电动的窗帘，还有铺这个地板。在1楼呢是有一间卧室的，里面是有这样独立的卫生间带洗浴的。除了这个呢，还有一个客卫客人用的卫生间，所以这两个是分离出来的。这个就是宽面大独栋的好处。上了2楼之后呢，咱们可以看到2楼呢首先是有一个客厅的，它这个采光非常的好。而且呢，我帮客户选的这个是一个边角的这样的一个地块，所以呢都是没有遮挡的，离对面的房子都很远。对面都是1层的房子，完全挡不住。你看这一圈多少个窗户，这边呢就是它的一个大主卧，同样是有很多窗户的。而且大院子离后面的房子也很远。现在咱们来到了主卧的浴室，双水盆大占浴的设计，镜子都是镶框的。这个框呢在某些建商都是几千块，但是这个都是含进去的。所以呢，它是1楼有大客厅、厨房，还有一间独立的卧室、独立的卫浴，还有一间客人的卫生间。那么2楼呢是有3间卧室加这样的一个客厅，每间房都有独立的卫生间。洗衣房呢也是在2楼，现在咱们看到的是1间次卧。咱们看同样是采光非常的好，而且呢这么一面非常大的窗户。这样的房子你喜欢吗？更多的问题可以单独问我，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。谢谢。